医爱智慧消防物联网远程监控平台，消防报警设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但是目前各消防重点单位消防设施长期待命运作，火灾时灭火救援设施无法启动，时有发生消防值班人员擅离职守，消防通道屡被占用，无法第一时间定位火情和进行灭火救援工作，消防维保工作无法及时监管，监管层对消防重点单位的消防现状也无从知晓。医害智慧消防互联网远程监控平台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将火警报警系统、水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无线家用系统联网，并综合运用 GIS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从而实现远程监控和集中管理，将过去封闭的功能单一的火灾报警系统改造为网格化、智能化的跨区域的消防综合管理平台，充分将消防安全的人设、物防、技防有机结合，通过对联网消防系统的实时监控，保证各类消防设备的稳定运行，并及时处理各类消防报警信息，方便消防监管和消防疏散救援，综合提升消防管理水平，最大限度降低火灾隐患，保证广大人民生命财产消防安全，适用于城市联网、行业联网、社区联网以及远程无人值守等场所。该平台采用先进的 GIS 技术、大数据处理技术、云计算技术，由远程监控中心、传输网络、现场消防设备和传输设备、用户终端组成，功能主要包括：一、NFC 电子寻更，消防设备贴上电子识别标签，可通过手机 APP 直接扫码，即可查看该设备的运行及维护状况，并上传数据到平台，便于集中管理。二、报警及状态显示，显示各个工程的火警、监管、故障、联动信息，同时具有文字显示、语音报警、视频显示等功能，显示各个工程火灾报警控制器当前手自动状态、消音状态以及通讯故障信息。三、值班人员远程查岗、离岗自动监测功能，可对控制室值班人员进行查岗管理。四、监督检查，可对各消防重点单位进行定期监督检查，通过指派任务检查规定时间完成任务数，对消防系统的健康状况和不合格项给出评判。五、报表功能，可在线生成及打印监督检查任务和结果，将系统中的当前报警信息、历史报警信息、故障分析信息等数据导出到 Excel 表中。六、户籍化管理，可以编辑维护各消防重点单位的工程图片、地址、联系人、联系号码等基本信息。七、消防设施数据采集功能，通过各类传感器对泵房中的各类参数，如消防和喷淋管网压力、泵房温湿度、消防水位、消防泵三项电流和电压进行数据采集。八、故障预测趋势分析功能，可显示火灾探测器等设备的当前监测数据、平均数据以及历史检测数据、平均数据，能根据数据的长期变化情况进行故障趋势分析、故障预测。九、信息报警视频联动功能，能自动发送报警信息到相关负责人的手机上，根据火警报警点和摄像头之间的对应关系，自动显示发生火警位置的现场视频。十、全无线信息采集功能，先进的无线信息采集功能可实现无需接线即可采集各类消防设备的运行信息，省去了复杂的传感器与消防设备之间的接线，传输距离可达十层楼。十一、
消防车道占用自动监测功能，后台服务器智能处理监控画面，当发现消防车道被占用后，能够自动报警，后台管理人员及时处置。一爱消防强大的技术团队将根据客户不同需求实施定制，为监督检查和火警救援提供了一套科学合理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该平台支持全无线信息采集传输，部署方便快捷，同时多平台兼容 PC 客户端和移动客户端。平台通过分级权限管理，业务范围覆盖业主管理单位、维保公司单位、消防各级主管单位、系统管理员等不同级别的应用。目前该平台已成功应用到海尔集团、鸢飞大酒店、华人药业、潍柴集团、青岛国庆体育馆、潍坊市国家税务局、青岛国庆游泳馆、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富阳火车站等单位，为消防监管、灭火救援部门以及消防报警服务专业化、社会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汝州，一爱与客户公司携手推进汝州市智慧消防建设，已经具备城市级消防物联网建设能力。一爱智慧消防物联网远程监控平台，助力智慧消防守护一方平安。